好，我会提供给你名单。我不希望有人出事，平安，这是我的要求。我尽力。根据任务的需要，我必须测验你们的体能状态，从你们几位中挑选出适合的人选。等一下，全部跟着我一起动作，开始行动。
就这三位。他们就是你要给我的人。龙子燕。是。在保一总队第四中队的女警队带远警。是。有什么专长？射击跟搏击。嗯，还有呢？报告长官，讲笑话算不算专长？张晴雯。是。市警局的勤务中心服务。是。有什么专长？善于伪装渗透，评估计算环境对我警方的优势，能确实在时间内完成长官交付的任务。王美芳。是。警分局督察组的督察，专长是过目不忘，还有吗？报告长官，基本战力都会，还有就是唱歌跳舞。好了，三位放轻松一点了。我想这次王队长会挑选你们参加这次的任务，是因为你们都是新面孔，而且都在内勤比较多，外面认识你们的人也比较少。但是不管任务的内容是什么，希望你们都能先保护自己，再考虑到任务的完成。完毕。